你叫101的董事长假董事长。好，请嘉永杰董事长。按一下，主席好，赖委员你好。好，你好，请问嘉董事长啊，这个有关于101的国庆的烟火，外面的批评声浪很大，我借这个机会让你说明一下，公开场合说明一下。烟火，比方说放的太短了，不够精彩了，什么之类的，等等，你要不要讲一下？好，赖委员，我跟您报告一下，就是基本上我听到的喜欢我们国庆烟火的人非常多，那可能您可能看到很多在网络上面有少部分的可能像是其实网络上面的发言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对自己的发言负责，那有很多人可能是水军啦网军，那可能有别有意图，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也有在脸书上面做了说明，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是做很正向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你给自己国庆的烟火打几分呢？我给自己国庆烟火打几分呢？我给我的团队吧，应该不是我自己。对，我的团队，我大概可以打到95分呢。对，好，95分呢。这个你的为什么要笑？你自己的主观我不看门了，我就问你，那你在今年的跨年准备怎么放烟火？今年的跨年的烟火呢，我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年跨年烟火会非常精彩。模拟的已经看过了，这个模拟的图示，整个 3D 的影片都看到了。那我自己个人认为是非常精彩，有所突破。谢谢。你精彩很抽象，要不要再具体一点？怎么精彩法？有没有？具体一点哦。具体一点。具体一点嘛，这里是让你捧墨的机会啊！好，精彩什么精彩？亮点在哪里？精彩在哪里？告诉我。我觉得只要能够突破以往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亮点。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增加了，例如 ，for example， 像是我们的这个，像往年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大的一个镭射的秀。那我们今年呢，也有加入镭射秀的部分。那今年在烟火的释放的各种，我现在很难跟你形容哎，因为它就是一个各种的不同的方向，还有很多的颜色色彩，其实是真的会很精彩啦。可是我真的很难以用言语跟你形容这样子。对，好，我想这样子好不好？虽然你刚刚讲说其他人有心人士啦，或者血亲，不管怎么样，那代表社会不同的声音是。那我看到的是有不少的地方都说时间太短，那能不能在跨年的时候时间长一点？哦，跨年的时候，其实国庆烟火其实跟跨年烟火呢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跨年烟火的时间呢，会像以前一样是5分钟。以前跨年烟火就是5分钟，对。那国庆烟火这一次呢，是我们是光雕4分钟，然后呢，我们的烟火是1分钟，所以加起来也是5分钟。好，谢谢啊。那个，请财政部的庄部长，你要不要对他讲话做个 comment？ 你是他长官嘛？庄部长，来，庄部长，对他讲话 comment 一下。跟委员报告哈，谢谢委员对我们101的一个指教以及重视。那我相信在跨年的烟火部分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好，那个要董事长请回哦。谢谢。